150级别走起，这个老板啊，专用点不点？175的话，专用可以考虑点。来，无级别，谈成就，永不磨损，高伤永不磨损，永不磨损必中，永不磨损。点专用点，好的，来，好，单加力量37，单加敏捷20，国标单加敏，单加42体，没得用，力敏双加很高，亿万富婆打造，恭喜泽哥喜提10个极品原生。还有呢，什么叫台总？才刚刚开始，知道吧？来，继续牛了无级别，牛了无级别。破加速，双加破加速也行，方寸三能用，破甲神佑，神器一把，破血狂攻，永不磨损，破血狂攻一个，谈了2个特技成就，来。单加磨耐，这个伤害是真伤，磨体50，破甲速单加敏，这样的方寸三会要吗？单加敏捷34，双加减力量了，这个还行吗，兄弟们？这个还行吧，540，单加耐，我记得这个是破。地魔是什么鬼？永不磨损可以，双加永不磨损，神佑，这个伤害627，我靠，627，要是627单加敏捷破甲神佑就暴力了，少了个破甲。不磨是舒服的，今天这一波大概两万块钱出了个几千块钱的，还是喜提了几个不错的武器的，对吧？这个神佑没啥用，但是伤害太高了，620多，160的都没这个好，你要像说这个600的吧，但卖不回原生钱，很尴尬，其他的都没啥，我先给。还有一个鉴定吗？这个鉴定吗，泽哥？点，好的，再来一个，牛了无级别，仓库幻化。